我是吴建林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海洋废弃物清除机。咦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台清除机呢？因为身为澎湖人的我们，每天看到的都是海，而海里游的不是鱼，却是垃圾。为什么要制作这台？就是为了解决海洋废弃物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做这台海洋废弃物清除机。我们首先使用了双桶体船，因为承受较大风浪，不易翻船，具有较大的有效空间，运输效率高，可载运更多的海洋垃圾。同时，为了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，我们用剩下的空间在桶底上安装了太阳能板，用来提供舵机及马达的动力来源，达到绿能效果。有效清除海洋垃圾，并达到推进的目的。我们参考了螺旋棒的作用原理，螺旋旋转时，对水产生的反作用力刚好可以让船体前进。同时，螺旋旋转时可以顺便将海洋垃圾送至船上，达到收集海洋废弃物的目的。